艰苦，甲无厝好住，无饭好食，啊，咱安尼要算真好过，真幸福。一根扁担挑起守护大地的责任，南投环保志工李景定坚定心，八年如一日。重听的他参加岁末祝福，很努力入金藏。我甲上人对调调，让我安尼哦，会当讲安尼直直继续做，做甲老老老，我嘛真欢喜哦。每天那一种使命，一定使命必达。来自苗栗的林美智多年承担医疗志工，她罹患大肠癌，原本病情稳定，最近身体有些小状况，仍然选择把握因缘，用心投入法海。其实在做慈济的过程里面，曾经得过癌症，这些肝炎都不是问题了，只要做慈济都很欢喜。病痛考验难不倒，心灵平静，人生有福。心心凉凉啊，天下众生需要菩萨。回归清净佛性，谨记正言上人叮咛，不断付出，和和互协。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